拿着一手好块工牌啊。你好，冰冰小角色呀。应该回自己，应该回自己点，少回两滴。估计他拿到一张 AOE， 或是希望他是之类的牌。还是会有点怕龙火啊，不过龙火他还活下来，他应该是龙火带满。可能可以留一只二一啊，而留那只二一其实会怕疯狂药水之类的寒湿之类的。想要长生不老吗？结果还是被解掉啊！想要长生不老吗？搞不好我应该直接吹吹闪电掉会比较好。这样子，这个状况的话，那应该是出这个比较好。可是这可能一下就死了，这真的超烦的。狂偷猛偷，我没时间玩游戏。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啊，你真的好吵。我想想，我感觉这样子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智商牌啊，我们只有一个爪子。哦。你还是进化这一只啊？说实在，哇，还是给我偷、哦？你要给我偷啊？为什么不善用您老的进化嘞？好。所以我们的死生手下有伐木机跟还有其他东西吗？
我们可以妖术这一只啊，不过我觉得它有更值得妖术的东西。我们有希瓦纳斯，啊！我要决定一下，我要不要拿那个里诺杰克森回来。还是应该直接印下这张。等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打？哦，他要把我弄到没牌哦！我是不知道啦。这样，他的进化，所以他手上都是憨牌。路障用掉，其实对我们这个还蛮好的。我得自己做出选择。要学分了。当真？密探来了，手上两条都是龙，他还有可能哦，他拿到这只。结晶神谕者，他应该要进化这只吧，或这只哦，应该要进化这只。整个丛林都是我的菜园。好，这一定会拿血瞳，所以我们一定要拿。今晚上演的是凄惨悲伤的故事。其实我有点想要灵魂回响，灵魂回响有点太好。快点出架！没有暗影死神吗？好戏上场喽！今晚上演的是失落世界。所以这两张还有灵魂回响在他们身上，然后，可是其实我们的东西已经够，我们这支枪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有几张
我们有几张死掉这个？他应该先哦，他刚抽到了。我觉得他有一些大龙之类，还有扣这张妖术，不过他可能也会有一个风暴守护者之类的东西啊。你这么绝望吗？他到底抽到什么？搞不好应该留李诺，我想搞不好应该留李诺。但我其实就是把他长优送掉啊。所以初步推断，他其实还是有可能是，就是双乌珍啊系列的东西吗？然后有卡扎跟那个，不好意思，您找我了，感觉几率有点低。测过法反了吗？还没有，反正那还是得测一下。这个模式下，元素应该比图腾应该比较强，因为我们有那个叫什么？消失。我们渴望复仇。嘿。我想要嘲讽嘛，所以先翻。不过我一定会翻到治疗。不知道他看到这张的时候会作何感想？不过我们第八轮还有海拉希尔跟元素毁灭的 combo， 可以，他应该会自己连。想一下到底要怎么打？海拉希尔吗？我觉得海拉希尔元素毁灭应该比较好吧？还是我就先再等一波？因为其实这个治疗还蛮多的。现在这个治疗是，哎、欸，这其实不一定会死。好，那我们先出这个好了。
赞赞。哦，其实搞不好应该多等一轮，跟他配灵魂回响哦。哦。好哦，灵魂回响希望他死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变样。我操！说谎了，研报是找来的。你这样真的是很不 nice 哎、欸。但感觉要自己垫来回一些。不留活口。我们有其他更好的打法吗？知道，可能有，因为他只差两滴嘛。不过就是反兵屏障啊。他手上还有一个实的派洛斯，不过因为有这张在，所以他应该不敢下。然后我们其实有神翻这个图腾，所以让他没有办法把我们这只点掉。然后他应该也不大能拿伤害给这个，就是哦，他拿伤害给他，啊，刚才刚说完，您找我了，完工了，回来跟我打场优了吼。麦迪文回音，哎、欸，很有趣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可能有16点爆发吧，16点爆发，不可能吧？还带王麦迪文回音也是找到的。我已经看到这边是有降费，所以他是拿到阿台斯。这有点难处理，我可能应该先妖术掉，这样不是很好啊，我应该先妖术掉的。嗯，这样还行。What the fuck？哦，
天谴军团的寒冰之心。主要是拿想拿一点盾，他手上有一颗火球吧，没有记错话，一颗火球。他这里不能够处理这个东西。他现在应该不敢出战猴手下。这应该放到可恶！看起来开放天梯上的术士都不是快攻，初步判断。我觉得这一副好像有点太仰赖法草了，嗯。反攻了，爽啊！你看起来有没有嘲讽是没差。可能翻图腾会比较好，翻图腾会稳一点。那我要赌，我这个要赌打暮光飞龙时。几乎是最烂的，我体质还是有变好啦，所以也不能抱怨什么。然后应该是想办法交换拿个酒费之类。啊，看起来是我们再拿一次八费。他炸鸡五面压倒是20点伤害，这样有可能会死。哦，赞赞！大家好，收看这今天的死神李诺萨。那这一副其实是最开放啦，对，所以才会有李诺。然后因为其实李诺是每个职业都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想说组一个死神，组个李诺萨看看。那其实我原先有想过是组元素李诺萨或之类的，或是什么脆死神脆李诺萨。可是你用脆的话，其实因为就是只能摆一张，所以
会让脆的效果大幅降低啊，所以我后来就舍弃脆，然后专心在死身上面。这里其实有一些牌，后来想想，搞不好可以带其他东西啊，就比如说伐木机，搞不好可以带那个另外一个六费号死身。不过其实六费我们这边已经有三张牌，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再摆一些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其实这里我们三四费的时候有一点弱啊，所以如果有方法可以来增强我们的三四费的话会更好。然后其实我们有点需要更多抽牌，所以可能带一些抽牌也会比较好，就比如说带邪法或是带末日原则来对抗快攻，可能有不错的效用。我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是带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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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心的死神里诺萨，就是我有带巴奈斯来植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若植出比如说血瞳或是希瓦纳斯研磨或是你的伐木机都有很好的效果，然后甚至植出法槽或是火蛇或源于图腾通常也会可以做一些事，或是甚至矿到血巨怪也可以做一点事，所以其实很多手下都会跟巴奈斯有 combo， 然后另外这也会让我们的死神多一个，所以这边就带了巴奈斯。不过也可以考虑带其他东西啊，对，就是你该在开放时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唯一比较弱的点是我们其实 AOE 其实稍显不足，所以可能如果想办法再把火山爆发带进来其实可能也不错。然后我们后期其实还蛮强，我觉得其实后期我后来发现后期有点强啦，因为后期假设我们可以让灵魂回响触发到一次的话，我们后期其实就可能就可以打很久啦，因为假设灵魂回响可以触发在很多人身上，比如说里诺或希瓦纳斯，然后或者是恩诺斯或者是其他东西，而且它就是算是一张蛮严重的雪球牌吧，就是你后期价值不够的话你就放个灵魂回响，就你假设有优势的话放个灵魂回响，然后你手牌又满了之类的。我这里还蛮喜欢死亡剑之索尔的啦，就是他可以制造一些有趣的局啦，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没有死身的高费手下，比如说泡泡博士，就是他另外两个东西有死身，可是他本身没有死身，所以可以进化之后然后再出泡泡博士，然后出了这个死亡先知之后，然后你出泡泡博士，然后你再进化泡泡博士之类的。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带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啦，拜拜。We got millions of reasons